这个视频我们来听一下摩天轮新款的哑光单板的颜色。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摩天轮品牌的一个单板，它是一个哑光油漆的材质，然后正面有一个这样直板的镶嵌，背板和侧板是桃花心的合成板。首先这个琴的手感调教已经非常好了，非常适合新手啥的。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琴的空切音。分解和弦，扫弦啥的音色也都非常不错哦。弹一段指弹。